这群黑帮有多倒霉。本来计划今天要交易一笔价值3亿的假钞垫板，结果半路上就遭到警察埋伏。好在手下灵机一动，挟持人质暂时稳住局面。安哥，你先走。好。趁这个功夫，老大安哥带着垫板离开，二当家华哥放心不下，便也跟了上去。翻过围栏，垫板掉在地上，华哥立刻转身去捡，小心翼翼的动作透露出他内心渴望占为己有的欲望。这时注意到安哥在看他，便只能还回去。随后两人翻过栅栏，沿着草丛偷偷溜到路边。安哥率先爬上去，结果很快警察赶到，将人和伪钞垫板全部扣下。华哥见状默默缩回脑袋。此时小弟这边也在想办法脱身，仗着身手不错，面对一众便衣警察也丝毫不惧，把人踹开后转身就跑。会合地点在树林里，小弟们跑回来跟元老敏叔说了被警察埋伏的事，眼下只能寄希望于安哥华哥顺利脱身，但等了半天回来的只有华哥一人。小安呢？被公安抓走了。还不会吧？由于案情重大，安哥被判死刑，他找来律师和家族里最单纯的妹妹，在两人的见证下立下遗嘱，随后被押赴刑场。处决时，妹妹丽萍在一旁看完全程，却没有流露出一丝悲伤，看起来并非安哥所说的那么单纯。随后他和律师碰面，准备带着遗嘱回去处理安哥后事。他一出现立刻成为众人目标，因为童年顺属于家族是黑帮，帮派高层全都是骆家人，所以安哥一死，众人除了要争龙头之位，更要争他的遗产。华哥最有心机，表示假钞垫板是安哥执意要买，导致公司现在白白亏损3亿，这笔钱应该从他的遗产里扣，并且应该再多给2亿的利息。丽萍看似软弱，但很会打太极，借口说家里最小的弟弟还在国外没有回来，有事应该等家人全部到齐再商量。华哥见招拆招，表示钱的事情可以等，但帮派不可一日无主，今天必须把新龙头选出来。要服的今天就服，不服的10年后也不会服。华哥敢这么说，就是因为他有把握自己当选。果不其然，除了丽萍，其他人都举手支持他。就这样，华哥顺利上位，并拿走了象征着龙头身份的玉环。转过天，丽萍来机场接弟弟，见面后两人紧紧拥抱，看上去关系不错。现在人到齐了，是时候公布遗嘱。骆家男女老少全部聚集到会议室，但遗嘱的内容出乎他们意料，安哥把财产平分给了丽萍和小弟，其他人则一分都没有。见无利可图，米叔很不高兴，推开椅子转身就走。华哥心里也很不爽，便再次提醒丽萍别忘了那5亿的赔偿。由此可见，这些人虽是亲兄弟，但在利益面前亲情一文不值。而黄律师在颁布完遗产后就跳楼自杀了，华哥认为这件事绝对不简单。黄律师死得这么奇怪，可能跟狭案的钱有关。豪门争遗产有多残酷，狠起来连自己亲弟弟都敢上。本来丽萍跟弟弟约好去拜访朋友，但在临出发前，他借口要换衣服又回到房间，随后又各种拖延，就是不肯出门，因为此时他正在实施一个恶毒的计划。外面弟弟见他迟迟不下来，等得不耐烦，准备停车进屋看看，结果刚挂上P档，突然发生爆炸，车毁人亡。再看丽萍，一改刚才悠闲姿态，崩溃的大叫起来。弟弟的死在社团内引起巨大骚乱，因为他手里掌握着另一半遗产，而华哥成了嫌疑最大的那个。你真以为我杀了祥福？我不信你会这么疯狂，但下面那些小的他们可就不这么想了。毕竟当初是华哥急着公布遗嘱，大家都知道他在打这笔钱的主意，现在华哥想解释也解释不清。丽萍一出手就把现在社团里地位最高的华哥给难住了，心情大好的他剪短头发，化上浓妆，小白兔的气质瞬间消失，这也意味着他要向家族里的其他人宣战，弟弟死了，他就是遗产的唯一继承人。为了自保，他找律师重新立了份遗嘱，如果他意外死亡，那笔巨额财产将直接捐到慈善机构。这样一来，只要大家还想要钱，就必须保证他的安全。不过丽萍的计划还不止于此，他的目的是吞掉整个骆家。于是他找到了这个名叫阿杰的男人，阿杰是骆家的私生子，身份的不光彩和脸上丑陋的胎记让他在家族中备受排挤。而长期处于帮派边缘的阿杰，头脑简单，很好控制，最容易被拉拢。丽萍正是看中他这一点，故意找他套近乎。其实我们很相似，我们对他们来说都是多余的废物。这番话直击阿杰心脏，紧接着丽萍抛出诱饵，说只要阿杰跟他合作，帮他清除障碍，他就帮阿杰坐上龙头之位，让别人再也不敢瞧不起他。他们不给你兵，不给你权，你甘心吗？阿杰当然不甘心，于是他就这样上了丽萍的贼船。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光头，光头平常经营着一家武馆，帮派里很多打手都受他控制，这也就意味着光头的武力值绝对不低。但没想到阿杰对上他丝毫不落下风，阿杰挥刀速度极快，光头抵挡不住摔下擂台，这下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对手，
放弃反抗，转身要跑，结果被阿杰拽回来，一刀毙命。接下来就轮到敏叔，敏叔资历深，城府也深，他知道家族争斗免不了腥风血雨，所以早就有所准备。我有备而来的，看清楚了。以阿杰的武力值，对付两个保镖不在话下，可敏叔还有后招，一招手叫出来十几名杀手，将阿杰团团围住。阿杰一对十处境很危险，就在这时，一个短发女人冲出来，替阿杰扛住了一大波火力。此人名叫雅女，是阿杰的徒弟，武力值跟阿杰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有他加入，阿杰瞬间扭转局势，踹翻眼前的保镖，杀到敏叔面前。失去保镖的敏叔对阿杰完全构不成威胁，被阿杰压制住，一刀刺进喉咙。原本正跟雅女纠缠的手下意识到打不过，赶忙往电梯里跑，结果在关门的瞬间被雅女一记飞刀送上了西天。阿杰虽然赢了，但也身受重伤，雅女把他带回家疗伤，在他的精心照顾下，阿杰很快就痊愈了。不过在他准备回洛家时，遭到了雅女的阻拦，他不想让阿杰继续参与家族争斗，怕阿杰再次受伤，可阿杰为了翻身已经顾不上其他。回到洛家，丽萍对阿杰很好，特地翻出他们小时候的球拍，跟阿杰一起重温童年。可就在阿杰沉浸在久违的亲情中时，却不知危险正在靠近。趁他捡球的功夫，一向柔弱的丽萍突然腾空而起，在背后向他捅刀子。原来丽萍一直都在骗阿杰，他根本没打算让阿杰活着。为了完成刺杀计划，他一直在偷偷学武术。你们六个一起上，谁能打赢我就拿走这十万。六个男人打一个女人，这跟白送钱有什么区别？可等动起手来，他们才意识到眼前这个女人不简单。丽萍出手够狠且招招致命，第一位上场的老哥低估了他的实力，很快就被干掉。紧接着第二个壮汉上场，他用空手道的招数对付丽萍，没想到丽萍见招拆招，将其一脚踹飞。其余四人见状同时发起进攻，但没想到他们连起手来都不是丽萍的对手，一个平平无奇的女人竟然有如此恐怖的战斗力，壮汉们接连在他手里丧命。而丽萍把自己练成这样，就是为了除掉他最后一个对手华哥。帮派里的高层一个接一个被杀，华哥自然知道是丽萍下的手，而且他连站在他那边的阿姐都杀，可见自己从前小看他了。眼下两人已经撕破脸，丽萍也不装了，他手里钱多，华哥手里兵多，如果打起来一定两败俱伤，但如果维持现状，两人也不可能和谐相处，所以他向华哥下战书，说要赌一局，胜者为王，生死决斗。两人要决斗，家族里几个德高望重的叔父被请来做见证。一家人怎么搞到要决斗？人到齐后，丽萍与华哥站上决斗场，一上来自信满满的丽萍就发起猛攻，打得华哥措手不及。在这之前，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却不知这才是真正的扮猪吃虎。华哥躲闪不及，被砍了一刀，丽萍乘胜追击，将他逼到角落。丽萍挡下这一刀后继续进攻，华哥的速度明显降了下来，丽萍看准时机连刺数刀，随后一脚踢在华哥脑袋上。华哥意识到自己不是对手，扔出手中砍刀做殊死一搏，可没想到被丽萍轻松挥开，胜败已成定局。丽萍毫不手软，一刀刺进华哥腹部，他拿走华哥身上象征着帮派龙头之位的玉环，想起当初大哥立遗嘱的情形。你要记住，这钱不是你的，你拿到钱之后要尽快拿出来给大家。原来当时大哥是要把自己的巨额遗产留给帮派，至于丽萍，他则单独留了一笔钱，让他带着远在国外的弟弟远离家族纷争。可贪婪的丽萍在金钱的驱使下，联合律师篡改遗嘱，随后又杀人灭口，连自己的亲人也一一死在他手里。现在终于没有人跟他争了，钱和权都掌握在他一人手里，但他还不满意，因为家里的这些女人还活着，他们知道丽萍做过什么，丽萍要把这些女人也全部处理掉。我要保护自己。最后还剩下一个老太太，丽萍在她逃跑的路上埋伏，爬上车顶后砸碎天窗，死死抓住老太太的脖子，车子失控撞向旁边的山上，丽萍则趁机把人绑上。成王败寇，三妈。丽萍点燃打火机，扔在地面泄漏的汽油上，大火顿时吞噬汽车，引发爆炸。至此，丽萍终于清除所有障碍。就在她以为可以安心享受新生活时，雅女出现了。雅女小时候父母双亡，被阿杰捡到抚养长大，雅女把她当家人，更在多年的相处中喜欢上阿杰。可没想到不久前，丽萍利用完阿杰就把她杀了。雅女今天来就是要为阿杰报仇。丽萍得知有杀手闯进来，还很纳闷自己漏掉了谁，等从监控里看到是个陌生女人，丽萍放松了警惕。我要享受亲手杀死她的感觉。可她低估了雅女的实力，也小瞧了雅女复仇的决心。阿杰是她心里最重要的人，为了她，雅女可以付出生命。在丽萍得意洋洋等待雅女被杀掉时，她已经摆脱保镖闯进屋里。
这一下，杨女意识到对面这个女人很不简单，于是她破釜沉舟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榴弹，拔掉保险栓。杨女誓死不肯放手，直到一声巨响爆炸发生，所有人都死在大火里，骆家豪宅也成了废墟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不得不说，整个故事还真是完美贴合了电影名《灭门》。为了争遗产，李平机关算计，结果到最后人都死光了，钱还没花完，也是够戏剧性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更多经典电影我们下期再见。